易烊千玺确认将以少年的你中小北的形象入驻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开来看，就在刚刚，我们的小哥哥易烊千玺以少年的你小北形象入驻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现场亮身照释出，他的人都知道，小北蜡像是易烊千玺的第二尊蜡像，同时也是他的第一个影视角色蜡像。刘北山不仅拥有自己的出道曲《谢谢你给我们呈现一个饱满的刘北山》，同时周冬雨还夸易烊千玺赏心悦目，一切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真可谓是情真意切啊！是啊，努力的人最终都会有好的结局。我们要做的是不要着急，让自己慢慢变好，好好生活，好好工作。